个就是我爸爸的收藏了，他非常喜欢去三义。对，他很喜欢就是收藏很多木头制的东西，然后我家看得到的角落都堆满一尊一尊有的没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有的没的啦，我爸把他们当成宝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他说是紫檀的木雕，对，然后这个也是我爸爸他非常喜欢的收藏，雕的是弥勒佛。对，好，是紫檀，他收藏了20-30年有了，大概也不知道，不记得当初买了。对，忘记了，这是摆在家里的柜子里了。嗯，我们还是请教授先见价，请见价。8000元。8000。紫檀木哎，这不是紫檀木，这不是紫檀。紫檀木，爸爸说是紫檀木，因为紫檀木呢有紫檀木的特色啊，它有一些纹理是紫檀的，但是这个没有那个纹理。嗯啊，第二个呢，如果是紫檀呢，这个以这个这样的体积，应该会有一种沉的味道啊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再加上它没有纹理，它都不是那个紫檀。但是它放很久还是有那个木头的香味。对，木头很多都有香味哦，很多都有香味。嗯，有一点香香的味道。而且紫檀是不是颜色稍微深一点？对，紫檀是深一点。另外，我们最主要是还有一个东西，艺术品或文物来讲，能够让它增值的很多的，其实是艺术价值。除了历史价值就是艺术价值，但是这一件的雕工整个看起来它是比较粗率的雕法，粗率雕法不是不好，而是说它很多地方没有雕的让人家觉得它很有艺术性，而是大家觉得说它还是维持一种工匠式的做法，就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完全模仿的啊。再加上后面有个招财进宝这几个字也没有写得非常好，所以这整体看起来它的艺术性是比较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的话，它的整个价格是要往下调。但是它看起来是挺老的，嗯，有几十年了，有几十年了，没错，有几十年。我要回家问一下，回去之后它的命运会不会沦落到储藏室？没有，我先回家问爸爸买多少钱。如果高于8000太多，我就不会告诉，我叫他不要看今天这一集。